行。我们读一两篇各位拿的孝顺经典。土地公曾经说，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承载忍辱，就是一种人我不承载，就是不孝父母的人啊。当然不孝父母的人就没办法顶天立地，也不可能修行啊。但是对我们修行人，不孝父母我们都要引导他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监狱就碰过很多杀父母的人，我们都要想办法影响他，影响到他会掉眼泪，他忏悔了，哪怕他在被处死刑之前他忏悔了，他都有机会超度。我们出家人叫杀父母者，听了很难听啊。为什么叫杀父母？无名为父，贪爱为母，所以我们是杀父母，自杀者。那佛陀用这种强烈的语气，他就是希望你要抓得很紧啊，不然呢就会造成一个轮回苦命有情而不断的轮回。所以我那时候读到这句话，我就觉得很忏悔，我就是父亲，我找我太太结婚，我生下一个无名儿让他这边轮回，这就是我的过错。但是我父母也为了生我，他们也受苦，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修行乃至出家，为我的父母而精进。所以我那时候出家跟我同修讲的说，你爸爸妈妈没修行，我爸爸妈妈也没修行，不管他们这辈子多么努力，将来还是甚至堕落三恶道轮回，那我们做子女的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我们替他修行啊，
所以我们必须放弃天伦之乐，放下吧。啊，我们为我们的父母精进吧。特别我过去太太的父母也不是过得很快乐啊，甚至所以对他来讲，他有一点觉得自卑、悲哀啊，家庭不圆满。那所以我跟他说，如果是如此，你更不应该贪爱世间的一切。现在好像过得很快乐，有先生、有儿子、有钱，但是那你要想想，父母祖先超度了没有？啊，他们离苦了没有？所以就像那个时候，我自己啊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出家，因为我是一心一意要出家，但是障碍多得不得了，也没有一个出家人要帮我理头。你看我的障碍这么大，我已经表明了，到处讲说我要剃头，没有一个要帮我理头的，啊。所以我觉得哎呦太苦了。啊。所以但是我自己决心不会改变。但是又有用尽各种方法。但是因为想到父母，那我必须要，当然父母是不能够理解的，不能够理解的。但是你自己了解就好。啊。所以只要父母知道了，哪一天他就会感受到，就算活的时候他不能够理解你，往生的时候他就是靠你。所以自己要有这个耐得起孤独，因为我们追求真理。不管对方怎么像我有发愿，我一定要让我的父母家人，至少父母受了三皈依，我的兄我的太太儿子都受了五戒吃素，我才好出家。那为了要如此，所以我要去怎么样的花很多时间去陪他们，慢慢的去引导他们。我带我爸爸去皈依我师父啊，然后呢跪，然后我爸爸就跪下去，那眼睛就瞪我的，终于他念回去把我骂到天亮啊，那我说哎呦成功了成功了，跪下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种他们的观念是很正常的，所以那至少他皈依了，他皈依了。啊，那各位这个很重要啊，所以度父母是发菩提心最大的助缘跟方便，难度啊。啊，你又不能对他生气，你要用尽各种方法对他好。终于有一天他愿意听一点点。啊，然后呢骂你老半天这样。那你都静静的静静的。为什么父母嘛。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要放在心里啊。啊，临舍生命不起嗔恚心，你不能对父母发飙的生气的啊！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，所以只是说你为了要让他学佛，你要用什么方法。对我来讲我很有帮助，是因为我经常必须要讲课，而且我讲课的对象我喜欢到监狱啊，这些社会人士，他不是要听你讲般若心经啊，什么六祖坛经，对不对？他也不是什么佛学讨论会论文发表会，他要的是你这个讲法有没有真实的经验，对他有没有帮助。所以你必须对这些人事物有一种自他交换，体悟到他的心态，而且呢能够对他的内心有所帮助。那这个动机有了，那我们再来看经典，那就不会错啊。而且你越有利他的动机的时候啊，然后你对经典的这种需求啊尊重，你会更深刻啊。就像妈妈在肚子痛，那个药吃了它会停止痛，那个药对你是如意宝啊啊！就像各位，你有哪一个痛，你出国的时候，你那个药会放在最安全的地方，万一我快发作的时候一吃下去，不然会死掉。我曾经有一次，他们北京团带团去北，有一个人死在厕所，他心肌梗塞。他上厕所太用力，然后就心肌梗塞，忘了带药。所以佛法的意思说，你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这些放在很重要的部分，因为我必须用法啊去观察所有的一切。好，那请翻到26页，有一句话：拥有贫穷是我们最大的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佛法有经典就好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深入经藏，我们就有方向了。就看经典就像佛在亲自跟我们讲话。
那我们生命就有方向了。什么叫拥有贫穷是我们最大的快乐？就是出家的意义。出家就是要出离金钱、欲望、感情、权力的家。啊，这样是很单纯的去利益众生。有就是个烦恼。世界的自由人就是没有拥有。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。啊，所以要安住在这种一切法毕竟空。啊，如果你拥有什么是我的，那就是执着，执着你就会痛苦。所以出离世间的一切，那你才可以拥有。占有的人没办法拥有，对不对？就像各位，我们在这几天，请问我们这个道场好不好啊？好也要放下，好诶，对不对？爱惜它就好。但是你不要想说这个变我的，把名字改过来，那你不多一个烦恼吗？啊，因为你想要去管它。但是我们就享受当下，享受当下，融入。我一直强调这个融入啊，人有个性啊，千万你如果不融入在这个当下，你的个性依然是你，好可惜啊。所以各位住在荷兰，你回去啊，看起来你像荷兰人，还有一点意思啊。所以因为你去了14天的荷兰吧，或是哪里，你要去吸收它的精髓，而不是找到它的缺点，然后你身上只有它的缺点。人家叫这叫功德总集，有些人叫业障总集啊，不好的都在他身上，好的他都没学到啊，那不可惜了。所以那看决定在你的心态。如果你有大悲心，那你永远都是优点；如果你有嗔恨心、排他心，你永远怕别人，那以后你会变毒蛇。为什么？你怕每一个连同类你都怕，所以你的动机决定你的未来。千万不要让自己有排他之心，不然的话你就会一直吸收缺点，你会防人家啊，防人家伤害你。那所以为什么要念佛，或者以菩提心念佛诵经，就转化自己，让自己进入清净的、慈悲的、真理的世界，然后以这个真理的世界又显现在你的待人接物上面。好，你家念我们念慢一点，平常各位就是说慢了就可以马上可以闻思修，然后当下你就吸收啊。所以我很喜欢念经，我都自己念慢慢，然后一直思维里面的意思，当然里面还有几个重点再拉回来，再思维一下，然后马上进入你的生命。佛法就要把这个法入心里面，入到你的生命。你看完这部经，你马上得到这部经的精髓，马上产生在你的行为上面。所以呢，你就天天看不一样的经典，然后你就天天都在进步。来，正依阿含经解录，世尊告出比丘，叫二人作善，不可得报恩，云何为二？所谓父母也。若父比丘，有人以父着左肩上，以母着右肩上，至千万岁，衣被饮食，床褥卧具，并受医药，及于肩上，放于室内，犹不能得报恩。比丘当知父母恩重，报之欲之，随时将护，不失时节，得见日月，以此方便，知此恩难报。是故诸比丘当供养父母，常当孝顺，不失时节。好，这一段佛陀特别讲，虽然我们出家是为了个人解脱生死，但是永远要忆念父母，连出家人都要供养父母，常当孝顺，不失时节。而不是说我出家了，我不管父母生日哪一天啊，他要什么啊衣服，你都要忆念的啊。因为佛教是一乘法，我想解脱道是当时候的方便说，所以佛是要众生都成佛了，哪怕当初是为了解脱来出家的，佛陀还慢慢引导他们要慢慢的走入菩萨道。好，世尊告阿难，难陀罗云，汝等举大爱道身，我当供自供养。这个大爱道就是佛陀的养母，佛陀
每一个佛视线都是他妈妈只剩下生完他七天就要死了，每一个佛都这样。然后呢，大部分的很多佛陀都是养母带起来的。当然为什么要这样视线，因为不忍看到亲生的母亲看到他出家把心肝裂开一样。所以出家真的是哎，对父母非常的狠，父母会很痛苦的。但是也我们也知道父母很痛苦，所以我们更要百分之百的精进啊，然后呢来报父母恩。所以佛陀也示现，虽然我们是出家也更要孝顺，所以要他的儿子还有大爱道的儿子阿难难陀亲自把大爱道比丘尼，大爱道比丘尼往生的时候啊，他那个脸就变成16岁的少女，所以这么庄严，所以佛陀要亲自供养。好，尔时释提桓因毗沙门天王前白佛言：唯愿世尊勿自劳神，我等自当供养。舍利佛告诸天，指天王：如来自当知时，此事如来所应修行，非是天龙鬼神所及也。所以然者，父母生子多有所益，长养恩重如补怀抱，要当报恩，不得不报恩。然诸天当知，过去诸佛世尊所生母先取灭度，然后诸佛世尊皆自供养，耶为舍利，正使将来诸佛世尊所生之母先取灭度，然后诸佛皆自供养。世尊告诸比丘：如来出现世时，必当为五事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当转法轮，二者当度父母，三者无信之人立于信地，四者未发菩萨意，始发菩萨心，五者当受将来佛觉。若如来出现世时，当为此五事。所以佛陀都说亲自要报母恩啊，来这来帮父母，耶为舍利，应该就是包括火化以后的遗骨，都是亲自这样供养。但是最重要是后面这五顿，就是每一个佛视现在这个世间，那我们是学佛的人，这并不是说你不要说啊，那这个等我成佛再来做，那这个讲法错了啊。所以以私智为己智，以佛心为己心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去做。虽然我们做的不圆满，但是我们要惭愧心去精进。第一个，当转法轮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学习告诉人家佛法。从最基本的，他还在吃肉，那你要跟他谈一谈吃素的种种，特别对爸爸妈妈啊，没有信心的让他有信心，没有持戒的让他持戒，没有布施的让他布施。那为了转法轮，各位要善巧方便，看很多佛教的故事，还有世间真实的真人真事，那这里面又可以让对方接受佛法的啊。就像那一天我听各位在听我们暂时法师讲故事哦，那很精彩吧，对不对啊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真实的经验吧啊，那这里面也有故事吧，这也有好处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就是以利他的啊，因为有什么叫轮呢？轮才可以断痛苦、断烦恼，叫轮法轮，所以一定要转法轮啊！对自己也要转法轮，才可以消除烦恼魔。也要把这个法轮，既然我们懂佛法了，一定要传播出去。第二，当度父母，所以每天我们都要现世父母、七世父母、累劫父母。我建议各位啊，像我的名字叫海涛，所以我每次写牌位啊，累世父亲，我取个名字叫严涛，对吧？严是父亲嘛，我不能把涛放在前面，严放在下面啊。啊，累世母亲慈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累世冤亲债主，我叫涛恩，对我有恩哦。啊，
然后呢，我每天都会念，习惯了啊，就像各位啊，你到哪一个地方，过去一定有很多父母都在那个地方，只是我们是回来报恩的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现在末法还在修行，那这无量劫的父母，我们都还在报恩，所以所做功德要回向现世父母、七世父母、累劫父母、历代祖先，这样当度父母。那为了要度父母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精进。三者无信之人立于信地，地就是不退转的意思了。对三宝、对持戒等等不退转。那为了如此，你要有悲心。第二个，你要有方法。第四，未发菩萨意，已经在修行的，始发菩提菩萨心。我希望各位这一次你受了菩萨戒，我们后面这几天比较有时间，就要来讨论一下发菩提心的方法、功德啊等等等等。然后呢，我们自己一定要发起菩提心，然后呢，成为别人发菩提心学习的对象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那当然，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菩提心是什么。五者，当受将来佛觉，就是这个人已经发菩提心了。那每一个佛就会想尽办法受尽你。为什么？怕你菩萨永远是孤独的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做对还做错啊！我这么努力，我可以成佛吗？那佛陀一定会用各种方法的示现。当受将来佛觉，你一定可以成佛，在什么世界叫什么佛，那这个人就会冲了啊！所以他菩提心就不会退转了。所以若如来出现事实，当为此五事，那这也是我们该学的：转法轮、度父母、令别人有信心、让别人发菩提心、让别人不退转。换过来，我没有特别要念哪里，我只是翻开那一页就念那个，因为只是说这一本，各位就有时间把它看完。来，《阎罗王五天使者经》节录：佛告诸比丘，人生在世间时，不孝父母，不敬沙门道人，不行仁义，无可用心，不学经戒，不为后世者，其人生死，魂神当堕阎王地狱。所以想想自己，想想别人，特别各位在西方社会，他认为孝顺父母是不用这一条的。小孩子父母也认为说，我不用养子女，你十七八岁你就独立吧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房子也不是给你的啊，我大部分就捐给或是我的老人基金或是社会。所以在西方社会要去谈大乘佛教恐怕有困难啊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孝顺经典，就是说我们讲菩提心的人必须从最最最基本的开始孝顺做起。那如果你这个孝顺这个纲常已经断掉了，你要去推广菩提心呢，很难很难啊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各位一定要像我虽然出家了，我只要一有机会，我要打电话给我妈妈，我都要酝酿很久啊，我不知道跟她讲什么啊。但是我就不希望她有一点点的担心这样啊。但是我至少天天回想，那如果要去见他，要去打个电话给他，我都要准备很久。但是至少时时刻刻都要恭敬的。所以我的父亲往生呢，升天，因为他的想法。但是升天还不就近呢。所以我如何让我的父亲由天道转入净土，由下品变中品，由中品变上品，我就必须比我在家还努力。因为他在世的时候，我要去跟他讲这个很难。但是他现在变成中阴身，然后变成这个过程，首先要确定的是他不会堕落三恶道。再来呢，就算他做神怎么引导他，就算他往生净土，你要从下品一直精进到他上品，乃至上品上神，那这你要有这个动力啊。所以不孝父母，不敬沙门等等等等，会堕落地狱。所以看到别人有这个现象，你要升起悲心，怎么帮助他？看到自己有这个现象，你要有惭愧心、出离心，赶快改变。所以经典是镜子，对自己跟对众生啊，你要拿来用，要使用。再来念一下《咸鱼经》节录：
佛欲阿难出家在家慈心孝顺，供养父母，记其功德殊胜难量。所以者何？我自意念过去世时慈心孝顺供养父母，乃至生肉祭救父母为己之恶，以是功德上为天地，下为圣主，乃至成佛，三界特尊皆有私福。所以唯有孝顺才可以成佛。那各位如果将来有缘能够出家，那是非常好，但是一定要让我们的父母知道我们出家最基本的理由就是因为孝顺，没有第二个理由啊！感谢父母给我们这个生命，也能够修行，所以我们必须全然的代替父母来修行。所以我要出家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一定要礼拜父母啊，一定要拜。那我爸爸妈妈不让我出家，但是我就跪着跟他们磕头啊啊！这后面都有写到，如果你爸妈不让你出家，怎么怎么？你要读哪一部经啊，都有写到经典里面都有。当然要让父母要我们永远这个出家不是不孝顺，就是因为很孝顺啊。然后再来要很精进的让对方感动，所以对他的真心。而且经典又说父母年纪大了要住在寺庙，我们都要准备地方给他住，然后好好的来孝顺啊。父母生病我们第一个到家啊，第一个作业。所以因为你要让父母种下一个善根，原来我几个小孩子里面就是出家那个最孝顺，他对出家对佛法就有一份信心。所以我母亲不学佛的，那这一次我出来以前呢大病差一点往生，那现在好像有一点改变，什么他不再看连续剧了，他只看生命电视台了，至少有这个改变啊，他就看这个内容有没有看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至少他对世间的戏剧就没兴趣了。但是我们不能有一秒钟停止回向给他，意念他，因为没有父母你就不知道精进为何因啊。所以特别我母亲身体不好，那不好我就要更努力啊。所以甚至用自己的身肉，所以各位你要多观想，你妈妈胃不好，那你一定要真实的观想，以自己的胃给妈妈，然后一直观想你的胃在痛，希望观想到真的，因为不希望他有一点痛啊。虽然现今的社会你不可能去割给他，但是你要用心，用身肉祭救父母为己之恶。那释迦牟尼佛过去是真的去做了，因为有这个功德，做天王、做世间圣王乃至成佛，都是因为孝顺的福报。所以这一次各位啊，说完短期出家回去以后，你要变成180度的孝顺。那特别如果你有结婚，你对你的岳父岳母啊，对你的公公婆婆啊，也要孝顺到极点啊。结果我个人，我师父也是这样讲，你还没有出家以前还有一秒钟，你要对你的父母啊孝顺到极点。你出家以后啊，在家用身孝顺，出家用心孝顺，要更孝顺啊，不停止的孝顺。所以那这样我们在修菩提心呢，悲心呢，才不会颠倒，才不会走错方向啊。反过来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家菩萨，他们有时候爸爸妈妈来找的时候，我都跟他们讲啊，父母来了，上座上座，你不要叫他坐在下面啊。我们主桌的哪一个出家人来了，他爸爸来了，请他坐在最前面来啊。因为之所以你能够出家，是因为有父母。你要让父母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儿子出家了，我女儿出家，你看我变贵宾了啊。像我妈说，他们能给我叔骂什么艺术的，我妈妈就问我为什么叫我师母，然后拿红包给我怎么办，我说收啊啊。佛陀说可以的可以的，你我帮你做好事，你收收收，哇，用拍水了，不要紧了，我那边推来推去推什么啊？但是本来就这样，因为你做出家人，人家尊敬你，那你的妈妈人家更尊敬你嘛，啊，这是源头的关系。好，
杂宝藏经节录，佛言：非但今日赞叹慈孝，所以要用各种方法。所以我要出家前，我跟我父母跪啊，我说我现在只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我这辈子没因缘出家，如果真的因缘不足，那我不会再回家了啊，因为我太太小孩他们有钱了，那我要24小时守在你们两个活佛旁边啊，照顾你们啊。但是如果我能够出家，我会把所有老人都当作爸爸妈妈一样来孝顺，但我才有功德来回向给你们啊。结果我老爸说，你讲现在我听不完，这样意思说我讲什么他听不懂，我说对对对，但我表达我的立场。所以但是我想这是我自己发的愿，我不会改变啊。再来六度集经。佛告诸比丘，吾世世奉诸佛至孝之行，德高福盛，遂成天中之天，三界独步。各位你要注意，佛告诸比丘啊，所以因为出家人放得下有点狠的啊。但是如果忘了慈悲心，忘了孝顺的，没办法修慈悲心，所以要强调生生世世诸佛至孝之行，所以都是因为孝顺，所以才能够成佛，这也是我们受菩萨戒的基本，反过来最重要。大方便佛报恩经节录，如来为一切父母故，常修难行苦行，难舍能舍，头目随脑，国臣妻子，相马七宝，碾鱼车胜，衣服饮食卧具医药，一切给予勤修精进，戒施多闻，禅定智慧，乃至具足一切万行，不休不息，心无疲倦，为孝养父母，知恩报恩故，今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父母众生常一因赞叹软语，常念其恩，众生者出三界之福田，父母者三界内最胜福田，何以故？众生之中有四双八倍十二贤士，共值得福，尽可成道。父母者十月怀抱，推干去湿，如不长大，教诲记忆，随时将扬，及其出家修得解脱，渡生死海，自利兼利一切众生。佛告阿难，父母众生是一切众生二种福田，所谓人天泥环解脱妙果，因之得成。好，这一部经各位最好看一下，报恩经里面有佛陀累世孝顺的故事啊。这里面说呢，所有佛为父母都修这个难行苦行，难舍能舍，这个世间什么都可以舍，除了父母不能舍啊。所以所有的功德也是为了孝养父母，知恩报恩。所以我们发菩提心，各位要学阿底峡尊者，虽然他知道无我菩提心是成佛的方法，但是如何实修，他跑到印尼去亲近实修者，菩提心的教父金州大师，修了十二年的菩提心，念一下：知恩、念恩、报恩、起慈心、起悲心、增上利乐、发菩提心。那这七个要实修啊，实修又不是光背，就是说要从里面心里面知道父母对我们的恩，然后呢，了解众生都是父母，知恩啊。知恩是大乘佛教的正知正见，知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亲生父母，所以既然众生都是父母，所以你要念的父母恩呢、啊？哎呀，父母累劫累世，所以你看到一只蚂蚁，你都要想说我是从它肚子里面生出来的；你看到一棵树，哎呀，我曾经做过树神的儿子啊，树是我的妈妈一样，你要升起这样的一种感恩亲切。就像看到我们的妈妈，我们会用最好的方法来对待，那你要实修啊。所以报恩啊，为了要报父母恩，
所以我们要让父母快乐，起慈心，让父母离苦，起悲心，而且坚定不变的要让所有众生父母离苦得乐，这个叫真上义乐。那你有这个决心，所以才叫发菩提心。啊，发菩提心是从父母来的，啊，对待所有的众生，所以什么都可以给父母，啊，生命什么都可以给父母，这样才可以早成佛道。所以为孝养父母，知恩报恩故，今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父母还有我们的出家善知识，这是永远我们要赞叹。所以各位要柔软。过去我们还没学佛啊，像我曾经为了一件事情跟我爸爸大声小声，我为了这个事情呢，就自己发愿啊，以后我爸爸不管我讲我是黑是白，我绝对都接受，而且我为了这个事情念了很多经，还印了很多经来忏悔回向啊，因为你不能对父母有一点点大声小声的，一点点都不行啊，而且要赞叹啊。所以要宜应赞叹柔软与常念其恩，要如此。所以我想各位以后你要告诉你的，就算你将来结婚了，你对你公公婆婆，对你岳父岳母啊，永永远远要如此啊，这样呢对方会对你留一个很好的印象。就像我的丈母娘现在95岁了，她最大的跟我之间的约定就是她那一天快往生了，我一定要去啊，因为他要用佛教的方法。所以但是我自头自尾，从认识我这个岳母，我已经发愿了，我不能一句话跟他不高兴，我永远都对对对，是是是，这样啊，和颜悦色。所以因为慢慢的了解了，那各位要养成这个习惯啊，所以不能因为这个道理是如此啊，对方错，就是父母懂，你更要很谦虚的慢慢。再来后面这个也有一点重要，顺便读一下。因为有一个出家人他问我这个问题，他爸妈生病，结果他认为他出家了，他不能回去给他妈妈钱了啊。然后后来他妈妈病得很厉害，我就说你大错特错了，佛明明这样讲。这部36页来。弥沙色部河西五分律节录，毗邻伽婆娑，父母贫穷，欲与衣供养而不敢，以是白佛。佛以世事及比丘僧，告诸比丘：若人百年之中，右肩担负，左肩担木，余上大小便利，即是珍奇衣食供养，犹不能报须臾之恩。从今听诸比丘尽心尽受供养父母，若不供养得大重罪。所以就算你出家了，你妈妈没衣服，你可以把你所有出家衣服给她穿。就算你出家了，你爸爸妈妈没有钱，你可以任何一毛供养都给你爸爸妈妈啊，这个才符合戒律。所以因为没有父母哪有你这个，只是站在菩萨道变成更广大啊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奉献给众生的，供养众生的。所以站在解脱道，寺庙的饭菜你不能吃，那是僧人的。但是站在菩萨道啊，任何人来都是父母供养，先供养父母度他们啊。所以我的菩萨道伟大就在这个地方啊。但有些人虽然讲的是菩萨道，他修的是声闻，他用戒律卡死死的，这些他不懂。因为佛陀呢要么众生就是父母，若不供养得大重罪。所以各位呢，不管你是现在你还在家最好，那你要用1/10000来孝顺你的父母啊，老人家。因为将来万一你不在了，父母不在了，甚至你真的出家了，你就没那个机会了啊。因为要从事很多修行乃至利益众生的工作。好，这一本希望大家从头到尾找时间念一下。我故意把字印的大一点，因为大家老花眼了。然后呢，经文没有很长，然后你才会看了，一看，哎呦，好几页又不看了啊！所以，但是我也只是提醒大家，经文好的不得了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不看经典啊！
如果你真的有那个福报，给你七天的假期，一个月，哎呀，你好好的把《华严经》任何一本经都可以了，《阿含经》从头到尾都把它看完啊，你会觉得太赞叹了，而且我们有转变思想的机会啊，所以每一部经都收出它的一些优点，所以另外一部经可能下午如果有时间或者《大乘宝义宝要义论》。是吉天菩萨，所以古时候的修行人跟现在不一样，他们修行是深入经藏然后再来看论的。那现在我发觉我们现在的密宗这一点我也一直给他们推广，不能光看五大论然后呢就闭关了，你一定要深入经藏，经跟论要共同看，然后呢再来思维，但是也不能够离开众生。那古时候这些大德们，他们是全部经看完，然后呢收集这个经的这个精髓，再把这个经然后呢再写出一个他们好修行的次第叫论。那现在的人因为看了论以后就舍弃经，很可惜啊，经典是佛亲口说的，那加持力更大。所以吉天菩萨把大乘经典的重点把它收集好，一本一本。所以如果你在看的哪里有问题问一下啊，因为有些名相的部分啊我倒没有那么清楚，就是因为这边电脑又不通，我一打悟空无相哇电脑没通啊，那是因为有些东西你必须要一直串习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，有些倒背如流，对不对？然后当然你至少会懂然后再来实修，那这些希望各位一定要看啊！我这个人最大的愿力，我是文化大学毕业的，我们的创办人张启云，我虽然那个时候读文化是个坏蛋，天天跳舞打麻将没别的事干赌博，但是我很喜欢张启云老先生，我只要从学校离开我就去图书馆看他，他每天都一个人待在图书馆一直看书一直看书，然后收集好，然后一个月出一个精髓给全部的学生，学生看不看他无所谓，但是他收集精髓给你。那我在想说以后我老了我能够在一个图书馆里面然后收集这些精髓，我们人会死但是真理可以留下来啊，真理可以留下来，那当然透过语言透过文字透过影像都可以，然后呢这样非常有意义啊。当然各位在家里你应该有一个你的图书室，摆了几十本的佛教的书，然后呢多拿来看啊，多拿来看，然后多去思维，因为你这样才可以面对世间的困扰，解决世间的问题啊，自己自利又利他，所以太重要了。好，我们回向一下，每次一个功德就回向，能够利益无量众生。这里面要回向祝愿消灾者及其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啊，更要感恩每次帮我们煮饭啊、买菜啊啊所有的菩萨。念一下：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南无弥利多多婆夷娑哈。各位都会被报父母恩重，现世父母、七世父母、累劫父母，所有众生，愿他们同享功德。来，南无弥利多多婆夷娑哈。南无弥利多多婆夷娑哈。南无弥利多多婆夷娑哈。那有时间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接下来这四五天怎么安排啊？小组讨论可以，还是针对一些，因为特别这一次比较难得，因为我们本来很多地方的联络人都有来，但是如果有机会大家互相交流，因为站在菩萨道结合互相的力量来帮助佛法的推动，事实上才是帮助自己最好的方法啊！所以配合当地也
我们的自己的优点啊，体验，再加上当地怎么样去帮助推广素食啊，推广佛法啊，净化现在这些世界的烦恼，乃至呢透过对当地的了解，大家来思维怎么样来解决，比如说西方人的孝顺观念要用什么活动，因为有缘的人就可以来参加啊，然后呢来思维这些问题。尽管我们虽然不是很圆满，但只要我们有个悲心，佛菩萨就会加持，我们就会激发出一些智慧，所以有时间大家可以讨论讨论。好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9月7日礼拜五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，持斋度岁90劫。王母娘娘圣诞，下午1点，家己慈悲哦，点万灯供万水，后生慈悲时事，甲乌兰盆龙凤法会圆满总回向。联络电话：0522055888，0522166700。9月9日礼拜六，今年太岁星君千秋。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加恶行升100万倍。下午1点，台中洲际棒球场，中区联合举办孝亲报恩，互相点灯供水，邀请大蒙山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422389987。9月10日礼拜日，上午10点。新竹普愿佛陀院北区联合护生点灯摇香，甲大蒙山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，03-533-7368。9月12日礼拜二，暗时7点，桃园高中人文艺术馆心灵讲座。联络电话：03-331-0553，03-347-7666。9月13日礼拜三，念多霞那佛、大势至菩萨，持斋度做1000劫，自家母孝千秋，法王圣君千秋。上午8点半，板桥闭关讲堂，北关斋戒，点灯摇香，护生。甲甘露时时发挥，联络电话：02-2951-0355。9月14日礼拜四，龙树菩萨圣诞，念地藏菩萨、罗刹那佛，持斋度做1000劫。地恩平君王千秋，上午8点半，家人发愿时，供上地藏经、乌兰盆经，点万灯供万水。好生甲大蒙山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456-2057。9月15日礼拜五，莲花生大师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0万倍。下午1点半，新店大明讲堂心灵讲座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
到月十七号礼拜日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读诵九十劫，上午八点到下午三点半，桃园南口体育馆，国立体育大学国际强富财经大会，甲大鹏山发会。联络电话：02-8226-7559。九月十九号礼拜二，地藏王菩萨圣诞，念释迦牟尼佛，持斋读诵八千劫，上午九点，新店大明讲堂北关斋戒十供养甲佛经大供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9月21号至9月22号，香港弘法行程。9月21号星期四，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倍。上午10点，香港优谈委上主委真善路点灯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9月22号星期五，北斗星君圣诞，九天司命造君千秋。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，香港北角杨子金码头海上放生。9月23号至9月25号，澳门弘法行程。9月23号星期六，下午5点，澳门帝豪酒店一楼帝豪轩慈悲素宴暨佛学讲座。更加十方大德拥有前往参加，阿弥陀佛。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。他的灵就是啥呢？就采了钱多，采了钱什么了呗？他这个，采了钱多，那这个确实呗，囤烟、藏心，你看烟柴呗，这个绿灯开不了的话吧？他的这里啊，给啊，俺说，错啥嘞？冇那么多呀嘞，他得开心嘞。他把都是他被心里啊，家就卡住嘞。他得这错啥？冇那么开不了是他为呢？俺这他被心里啊开心。俺这吃没到的工行，我就吃了。你用我来送的，人就啥嘞？他这地就在店里边江南路就吃啥为呢？他这特新不吃。我出的速度也吧，这里也不长，那漂亮一边的啊，这出的速度都要慢的一点，那电线形状的，那就电线形给别人没注意的，就是里面上面，通电是大的啊，都是这些，那不是就穿把了前边的，啊就这吉凶嘛越拿了来啊，你就给我满起来拿了来啊，这是三个。三个月吧，买个新的呀，一个月没那么在想，忙不多啊。俺打那些，不是，干打了一年，就干打了几下，给
跟他的人呢，他的哈库嘛，送他干的，推着，他躺不，你不，躺不你不是怎么着？他直接给，然后就是心下呗。我不我爸买个当年的这个的，好了，我忘了，我们我爸买的车子不是啊？你这个参考一下吧，你这个我爸买的当年，俺的给他家的，属于你不？那这里的他说的。学校外面外面，那你就有啥了？家长就提前给他去，他做多少班呢？那就上个月外面给你们签约的，他说的是有的。他这里人去开发这里送人有啥嘞？刚到这里不是，这里就是俺到上个月外面被新哥把当，俺我们民初呗，但新哥把俺不女，俺他的都几个虚头呗，那样我们多少？俺这。才年你没得了，那我们就把当上个月把买卖还是回答，我还是先投了穷人民呢，那体积体数是我来的，缺陷东西一切，那我还是投七十三，恰三十几，然后又是来上战术，那就，那到底这里，但我们就把还是，我把外面的这缺陷接不接不了，但行。我不我把电话机新搞的新的机位，就做准备呢。但得就做准备呢，得准备电，开不了机肯定是过的。但那咱新的机位，咱就做准备，我不看这样的。但那些新的机位就做准备了，肯定的。但那新的电话机。特别是人生家的性格难不透吧？那到这里就肯定是这些忙不了，就人生家的性格难不透吧？得到不其他人你别去，那得的这的全那么稀疏些吧？那得那当不？电话机性格嘞，因为就做主备役呢，连主备电器不着，肯定是过来是续备役呢，其实。但是大家都要想起，结婚，那到温度到七面高头了上班呢，电话机能解决，就做出去，忙都上班的到他们家，起先都住些呗，饭也能长多，米也能长多，女性也能长多，吃食也能长多，但多呢，说水几乎，这说水，人心给完了。过度了嘛，证据给完了过度了嘛，年轻的三个，新的几位就做了主要人做过来送，而且呢，文员拿不下，可能就送了是呢，那重点的看的大成就，特别是三个新长嘛几个八度面包糖，八度嘛几个糖，甚至看他的那个明天三个新的几位几位来都什么东西。给我找那么用什么机呢？什么机不机吧？他们去工位这边这边时间那么多吧？得到他们什么级别？如果去三个以上的叫啊，没如果这些都打了那边边，他们说不清楚。我们做厂家没给我，我是，那得去送。那第一，从哪方搞点搞的是呢？那厂里边呢，是吧？那他们去工啊，对不？来个这个徒步对吧？伊那呢？我话说嘞，你就看嘞嘛，到先是不是鸡蛋哇？看到看到准备伊那呀？电话机的机位就做的，看到看到准备伊那呀？如何来送？但前面俺在哪路嘞呀？前面俺在哪路嘞？熟悉铁线就那，天天铁路叫俺就罗斯。例如说，刚上熟悉的三个的村子吧，你说这三个月外面的村子吧，住的水那样，现在的叫就要算了。当然，新疆前面俺在哪路呀？跟农场，特别是给我们这个部门看了前面俺的结果噻，前半年特别是给我们这个部门看了，没把他提拔到主管岗位的叫的，主管岗位，特别叫有的。这你送完了，第一个送。